没点功夫都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。文化片杂木版的游戏中，女娃的其他成员是这个画风，而宋雨琦玩出很轻松的样子。许明浩被问会不会翻跟头，他二话不说直接来了个高难度动作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从中国来的。中国里的一个菜，一个来了，要不然我们朋友就啊，我不会做。当主持人再次 Q 他翻跟头，没想到他难度再次升级，直接炫了个跪转。宋茜穿着10厘米的恨天高也能轻松一字马。王嘉尔用空翻打招呼的姿势算是刻在韩国人心里了。为你续鞋齿在我的新鞋里，为你去学习试着不拒绝你，我比马术可爱，真心不知想陪你过冬天，享受与你在每个季节里想要拥抱。程潇凭借春丽装扮的空翻开球表演一举登上韩网热搜。同样还有董森成的中国舞。洪子韬在非洲录制节目时传播中国棍法。